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，传说中的天堂。这里漂浮着人类的灵魂。地球上很多人想来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做他们没有做完的事，见他们想见的人。 你猜？发没发呀？已经在路上了，这可是我亲自开车给你送的啊！真的？给你发手机壳，你收到了吗？限量版的，你别给我废话。喂？喂？喂？这没信号，再说吧。 完了，你大爷的，我的货！